你不仅是侮辱你爸爸，你拐这个弯的也侮辱我的能力，是吧？我偷偷的已经做了鉴定。哎，大辣椒不也说了我这个类似这样的话吗？不是，他揭不开。那我直接说。对，他如果揭开，就这个事儿你都不用解释。现在只有你解了。哎，我说有点困了。我说什么侮辱我的能力啊？我直接说，侮辱能力是一句笑话。不是我当初我什么以身试药啊，对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沉积多年养精蓄锐啊，是吧？什么养精蓄锐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这有不目有不轨啊，是你的儿子呀，有目共睹，不争的事实，不是吧？啊，完了，你们根据什么？他们根据我是个演长脸儿，那为啥你说是个长脸？长脸就是你爸呀。那驴脸还是长过脸呢？你叫一声爸，叫爸，你叫爸，你叫爸爸。你这孩子，哥你别介意，我说你不长过脸吗？哥你别介意，驴还是长过脸呢。哥你别介意，对，都后爸，驴还是长过脸。你别介意，